用过的卫生纸是其他垃圾，鱼骨头是厨余垃圾，果皮果核也是厨余垃圾，粽叶子例外，它不好降解，是其他垃圾。书本杂志是可回收垃圾，电池是有害垃圾，饮料瓶是可回收垃圾。为什么一定要分类垃圾？地球已陷入垃圾的包围之中，这些垃圾污染土地、水源和大气，如果不分类就几乎无法回收，最终都会变成我们呼吸的空气、喝的水、吃的食物。如果不分类垃圾，地球将变成一个丧失了生机和希望的死亡星球。亲手毁掉这颗星球的就是拒绝垃圾分类的你。大师，请再次教我垃圾分类的方法。厨余垃圾。